本周的冠军蔡嘉珍，恭喜获得10000块奖金，恭喜嘉珍，91分的好成绩。再次谢谢所有观众朋友，是所有选手们卖力的演出了。在这边要宣布一个消息，就佳琪，下礼拜就生小孩去了，会暂时待产离开我们 Number One。我们希望呢，他生完小孩，坐完月子，又回到主持群里面。好，大家继续加油，都回来。热烈掌声祝福佳琪。谢谢，谢谢瓜哥，谢谢大家。同时谢谢现场观众朋友之外，还谢谢有专业的 Number One 评审团，谢谢。谢谢评审老师。更要谢谢我们用生命伴奏的孔锵大乐队，谢谢。谢谢老师们。更感谢电视机前面观众们给我们的鼓励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六的晚间8点，锁住名师收看《台湾那么旺》金牌卡位赛。